老规矩，一人一个。要不是我的了，怎么办？也是混蛋。怎么办？爱却不能嫁，你真的不怕我的了？他们怎么会这样？不是，这不是警用手套吗？这个皮鞭，还有这个，你不会是真不知道吧？知道什么？我告诉你。凶手是名年轻女性，年龄大概在25岁到30岁之间，身手敏捷，体型匀称，相貌一定端正，漂亮，非常的漂亮。更别说现在能折吗？是啊，你当然得感激他，我可得恨死他。啊，真是太难得了，他竟然会幽默。不如我给您找一个合适的公寓。啊，刘阿姨，我看就算了，我跟公孙探长的友情是情比金坚的。要不一起啊？走。